Jake， 哎，走走走，你说公主请放手，公主请放手，走吧，走，放点。最近拍了好多星星的视频，内存都不够了，就买了台新手机。你们买新手机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呢？像我换新当天都会约个转转上门回收，他们家回收价格是真心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。下单就有人上门来收，平板、笔记本、相机全都收，你也赶紧去试试吧。真乖。